咱宜兰城上重要、上要甲大家感谢的就是爱屏东的乡亲。我讲实在的，今仔苏院长甲我讲，两个话讲，今仔是拄要开一个记者会尔嘞，是啊，较遮尔侪人来啦，哈，是拄一个记者会尔吼，较遮尔侪乡亲总是伫遮，表示大家人对俺国民党的选情，讲实在，足关心嘛，足烦恼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即摆大家讲讲吼，啊是国民党是要选啥物人来啦？我来甲伊讲，民进党做了遮尔烂，国民党不管啥人出来选。大人拢该支持，大人讲对不对？对。我讲实在，即摆是伫庙口来开讲，可是咧选高雄迄阵吼，差不多一十场，总嘛是伫庙口来开讲。是安怎？因为我无钱，庙口上俗，大人唔免动员，你爱听你就来，所以这是含大人上近的距离。所以吼，伊拉就去遐人家，足欢喜。嘛是足感伤的，阮屏东乡亲，民进党自三十年来足予伊机会，就来看卖，恁的生活敢有愈过愈好？有无？无。可能只无鸡卵，应该是阁袂歹。阮台北一粒十五块啊，一粒卵十五块，高丽菜一粒十块。所以以前人讲国民党做了外烂，国民党做了较较烂，嘛毋捌欠电，嘛毋捌欠卵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民进党到底是何安置民生的好日子？啊，搁毋免讲其他诶，以前伫立法院，大家讲立法院要防疫，你要创啥？你要偌侪钱总会安好哩？结果8400亿，大家讲起着安尼疫苗。讲起了安尼口罩，讲起了安尼快筛剂有无？有。讲是爱排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若做去排队买安尼红豆饼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，表示吼红豆饼好食。你即摆排队是要买鸡卵，是要买快筛，是要买口罩，迄是按人民很基本的生存权呢。即款政府，安讲实在，已经予伊做。机会啊！今仔日虽然要叫做这边南部铁三角，台南民进党执政二三十年，高雄嘛是，屏东嘛是，我讲一句话，已经予民进党二三十年啊，会够啊啦，有够啊啦，伊也做工作吼，安遮就袂安尼上班袂袂出力，往来袂袂出力，就袂安尼啊啦。政府做了无好，你就予伊轮替。是民主基本的精神，所以我今日真正叫大家，爱拜托爱乡亲时代，卖个弯，卖个叉啦，卖个骂啊啦！今仔日国民党也推什么人出来，一定是上好，想为大家着想，一定为民主自由奋斗的那个人，不要再分了。今天我们三个站在这边，还有所有的市议员、县议员，就是站在这里，要给俺的乡亲时段再拜、再拜、拜托。南部、安南部、浊水溪以南，一定爱守得住，我们一定要守得住，唔卖好俺民进党收摇摆，三十年、二十年已经有够啊！所以爱拜托大家，不管国民党推什么人出来，卖个弯。麦克基，麦克公，非谁不投，非谁不投，你再非谁不投，我给你报警，民进党躺着选，这是你要看到，你要准备看到安尼，恳求大家，我们三个再出来，我们有所有的县市议员再出来，我们绝对支持党中央，他比任何人都想要赢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。民众推出来的好选举，大家看看。好。为了咱台湾，为了咱台湾的未来，拜托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。我们站在一起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请大家展现南部人的气魄，请大家让展现我们南部人的团结，让我们三个站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为你们好好的奋斗。我们保证，信你啊！
一心，团结一心，才能赢回台湾。拜托大家唔通再分，大家做伙团结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咱。